这个是故事 Prank。大家好，我们是帅哥美人，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这个是不是 Prank Frankie。大家好，我是 Nina， 你温柔体贴的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子杰，你们最有男人味的主持人。男人味恶心啊！你懂不懂啦？我最有男人味，大家都知道啊。可是你懂真正的男人味是谁吗？是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啊，请看。今天我们要二诊的嘉宾就是 Tosh 张志扬，在2010年建立自己 YouTube 频道的 Tosh 也吸引了很多忠实粉丝，在2013年也参与了两岛的 Up Boys 里面一举成名，至今哦，他已经出了15首单曲啊。可是今天的诊人计划呢，有一点改变情景啊。没有错，我会连同演员一起 prank 他。Oh、my God， 兄弟，别让我失望啊！肯定不会啊，耶、yeah. 嗯！来了，他来了。有东西，没东西吃啊？对，有东西吃啊，有东西吃。他哪给我送东西？没东西吃啊。We are gonna send our actor down very soon. Okay, Isabella, now you go approach Tosh, right? And then you recognize. 太好笑，太好笑。哎，现在做怪怪的东西。我看到 Tosh 了，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是我们已经，是我们已经有开的了。Hello， 你是 Tosh 吗？Hello，Hello，Oh my God， 我好喜欢你的气的味道，气的味道，对呀、啊，我是你的粉丝哎，你好你好，想不到能在这边见你，你在这边做些什么？吃东西吃东西，我真的很喜欢你的作品，你好你好你好，真的真的谢谢，嗨我是 Sandy， 我是 Tandy， 对你超帅的，对 ，Okay Isabella， now right you talk about his mole， the mole on the cheek。我发现到你的脸上哦，因为我一直 observe 你的 images 哦、啊、有一个很可爱的字，对、okay. 不是很大也不是很小，对对对，你知道吗，刚刚就是刚刚好，对，你要新加坡这样，不会太大不会太小，对，你知道我妈妈跟我说什么吗？她说有男孩子这样的字哦一定很疼老婆的，哦，你妈妈说的对，对，你会很疼老婆的吗？我没有没有老婆，我也在，哈，哦，不要紧，以后你的女朋友或你老婆一定很幸福的，我是有一个痣在我屁股哈，可以算吗？哎呀，你我没有兴趣啦、啊。哎呀，我知道你明天要 drop 你的 Spotify 的那首歌，对吗？哦、对对对对，对我一直很期待，我以为是今天，然后我就去听，然后哎呀，其实不是哎，是明天哎。叫什么歌你懂吗？Very 的宝歌对吗？哇，我真的好喜欢他的蛇歌哎，谢谢。Okay, now you ask him right? Where are your bros? Where's Noah, Maxi, William, they all? Where are they? 你的其他 brothers 呢？就是 Noah 死掉了，死掉了啊！有刷啦 ，Maxi 他们呢？他们在拍戏，他们在拍戏。哦，没有跟着你来吗？没有，没有。哎呀，我以为他们每次都跟你在一起的。好，这是我 brother。哦，哎呀，不认识他哎，对不起，对不起。哎呀 ，Why his friends not as popular as him 啊？你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你会比他们著名吗？为什么？因为你比他们 talented， 对呀、啊，你又会嘻哈，又会跳舞，又会唱歌，又会演戏。你知道我那时候我在2010的时候，我就看你的 blog， 我就觉得你很特别，然后就慢慢就发现到你拍戏了。2010啊？对，你的 blog。我很久以前哎。对，在 YouTube 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你了，所以想不到今天可以真的是遇到你 ，Isabella， now right。You're gonna ask him to sing his song together with you, like sing the Our Boys to Men, you know, the rap song. 其实我一直以来我梦寐以求的一个愿望，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和你唱歌。唱歌啊？对。Oh, 对，我唱 Our Boys to Men 的那首歌，那个 Reboot and Them 可以吗？这样你跟我一起 rap， 好不好？好不好？可以啦，啊、你可以的。要了，这边有点尴尬。From Our Boys to Men, serving 2 years for our nation. 我唱的还好吗？OK， 继续很好。The blood, sweat and tears Say what? will be marching, crying, roaring, because we love and want it to be free. Yeah, yeah. 欸，你要 rap， 你要 rap。啊、rap 几句给我听吗？我有点尴尬了。都没有人。Ask Tosh right if you are pretty or not, and then if he say yes right, ask him which part is the most pretty about you. Anyway, 你喜欢我的 hairstyle 吗？不会。OK 吗？因为很多人都觉得短头发很难看不会啊。啊？还好吗？你觉得我漂亮吗？嗯。漂亮，漂亮，漂亮。是吗 ？Not every girl can pull off short hair. 是的吗？你觉得我哪一个部分最漂亮？
你的整个脸啊。哎呀 ，be more specific 咧。可以啦，一份哦 ，please。哇，你的整个脸啊，整个脸啊。哎呀，其实很难选。Asking what he like about a girl。哎呀，这里是一个什么喜欢看什么的？好像一个女孩子啊，什么部分最好？最喜欢女孩子怎么样的？Big eyes 哦 ，Big eyes 啊，哎呀 ，I think small eyes also cute 啊。哦，是吗 ？I don't have a specific preference。对，但是我跟你讲，我最好看的地方在哪里？你猜啊，你猜。你要不要猜一下 ？What is happening？ 你要不要猜一下？猜啊。其实我跟你讲，是我的心。你知道什么吗？因为我对你最专一的。Oh my god！ 我就一直跟着你，跟着你到现在。哼，我想不到真的可以在这边遇到你。Now you wanna ask him, where he stay, and also let him know that you stay in Yishun. 你知道我住在宜春吗？啊哈，哦，我知道了。对对，我住在宜春。啊哈，这样，靠近你吗？以前我住宜春哪一边？哦，以前啊，是不知道。He knows how to answer question. Then you ask him if get married, right? You want to stay where? 这样，如果你结了婚哦，你会想住在哪里？住在你心里。哦，住在我的心里啊！哎呦，谢谢你，太感人了，你真会说话。No, you tell him say you want to move to the place you want to stay. 其实我很想住靠近你，不需要住跟你在一起啦，但是靠近你就好了。对对，所以已经不在可能一条街过去就可以了吧？这样对，这样每天如果你下来大巴士的话，我就可以看到你哦。这样我就可以偷偷的这样瞄着嘛，这样不是很好啊 ？You are gonna ask 姐姐 to help you take a picture with Tosh。我可以跟你拍一张照吗？你可以帮我拍吗？没有空，不好意思。帮我拍啦！哎呀，不要这样啦！谢谢你啊，谢谢你啦。你们两个很配耶！一、三，可以，好了。You pretend to kiss him。啊，还有，可以，接下来一、二、三。好了。不要拍直直，拍歪一点。不要直直的，要歪，要有 angle 的。哎呀，你会拍的啦，不要这样嘛，要放在 Instagram 的，对，对呀、啊。拍好看的。一、二、三。Then now 拍 video， 现在拍 video。要拍 video， 要说嗨，我是 Sandy， 然后这是 Tosh。哦，你的名字叫 Sandy 啊？对，我叫 Sandy。跟我妈一样哎，我妈妈的名字叫 Sandy。真的吗？太有缘了，真的蛮有缘。真的 ，video you do the video right, then you talk to his mother. You say hello, Tosh 的妈妈，我也是叫 Sandy。Hello Sandy, hello Sandy, hello Tosh 的妈妈，我也是 Sandy， 你也是 Sandy。他变成 Shady 啊？对，真的是太棒了。你可以介绍你自己一下吗？大家好，我是Sandy 的老公。今天我们在这边吃晚餐。对的，我真的好喜欢他，终于看到他了。Sandy 叫他签名。在我走之前哈，你帮我签一下名好不好？哎呀，这边好乱，对不起啊。有 pen 啊？哦 ，OK。对，有我 meeting 吗？刚才。Sandy 啊 ，Sandy 啊。啊，对 ，Sandy， 谢谢你哎。谢谢你，谢谢你。对不起，对不起，多一张啊，多一张，可以的啊，给我妈妈啦。现在我妈妈不是叫 Sandy， 她叫 Susan 呐。啊，对，对不起啊，我没有一个。对，我没有一个 proper 的。Susan and Sandy。对 ，OK， 我还有一个 tissue paper，tissue paper。可以啦。Now you have to be very angry, very angry at 姐姐。哎，我想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就好了。你怎么这样子？呕吐啊！我是呕吐，吐。就是才遇到他，真的没有礼貌哎你。没有，我是他。给他一点空间呐。要这样子吗？我是他粉丝哎。真的不应该，真的是。对呀、啊，我多久？真的，一点礼貌都没有，真的是。很多姐姐，可以不要这样吗？对啊，我上次讲我没有礼貌，对不对？你俩，我都没有跟你讲话，你讲这样多做什么？对呀、啊，我都没有跟你讲话嘛，你讲这样多做什么？我听到，听到，突然不爽，你这样讲这种东西。Tosh never said 怎么会不爽呢？没有，我觉得你先继续背叛，不尊重他。你这样子怎么可以？你还可以这样讲我哎？对我是他的粉丝哎。如果不要你是这样子的吗？你是他朋友是这样子支持他的吗？我觉得我支持他比你支持还要多哎。对吗？多少？对呀、啊。多少？女孩子你都敢欺负？对，直接说对 ，splash him， 真的是很过分哎。过分。走 ，man， 好的。Bro， 你 OK 吗？哦。我上厕所一下。哇，来一窗户一啊！
啊？嗯，是啊，神经病啊！签名，签名，不可以拿签名。你可以帮签名吗？可以签我纸巾啊。所以我们刚才本来在想说，如果那个 fans pose， 你会帮我吧？因为他没有。哎，是真的哎。哦。觉得我们的 plan 有没有成功？有没有成功？我被 pose 了。有啦有啦，有嘛有嘛。你被 pose 一定要成功啊！不成功你白 po。所以这一次的二诊成功。耶、yeah!。你觉得在中途时候你有发现有？有，我 on the way 从 meeting 过来的时候，我有在那边想。你有怀疑，但是你没有发现啊。耶，那算是成功了喽。哎、yeah. ，对，因为他们没有讲这个是不是 pain 吗？可是现在 Tosh 有一个很重大的责任，因为他要跟我们去一个地方，我们要整一个他的很好的朋友。Yes， 很好的兄弟啊。而且是他自己策划的，有什么话要跟他讲先吗 ？Sorry, bro, I love you。想知道是谁吗？请锁定下一集的。这个是不是 prank？ Prank it！帅哥美人 Sugar Melon。